在石垣岛有一家全岛皆知的中华料理店，店主东乡青龙，本名陈青龙，他是幼年时随父亲从台湾迁来的。我父亲是来这边的做的农业指导技术嘛，石垣岛的农业可以说全部是台湾来开垦的，全部台湾来做的，水牛啊，现在不是水牛啊，什么都是台湾拿过来的，凤梨啦、芒果啦，这些一些种种东西都带过来的。以前的时候松板牛呢，大板牛啊，小的时候都在这长大的，然后长大才送到松本那边就变成松板牛，送到大阪就变成大板牛。东乡青龙还是石垣最大的私人盐商，他出产的石垣盐已经成为石垣岛的又一张名片。这里的海水清澈干净，在日本连续五年被评为最理想的珊瑚生长环境。从这边一直走大概要1.5公里，水深大概20公尺，管子要1.5公里。现在那边有的珊瑚很多，有很多珊瑚礁，卡路西姆会多吧，自然的珊瑚礁有浮起来，都等于说海水是很好的海水，很漂亮。更多更鲜明的变化来自美军基地，时至今日仍约有一半的驻日美军驻扎冲绳，而直到1972年复归日本前，美军基地占据了冲绳本岛23%的土地。街上到处是英文标识、美食商店。美军及其家属的大量涌入，改变了当时冲绳的社会结构。1964年出生的大田民生更是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虑。My father came to Okinawa in the early 1950s with the U.S. military forces.And my mother's a local Okinawan, so that makes me half Chinese and Okinawan Japanese. Since he was working for the military, we were pretty much brought up, the Western way. First, I thought I was an American. The people I hanged out with said, I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correctly. I don't know much Okinawan dialect, but this guy, you know, he looks like he's an Okinawan, but he speaks English.直到19岁那年去东京，大田民生对于日本这个概念都很模糊。中学以后，他的朋友中冲绳本地人越来越多，而他却仍然几乎看不懂日文。You don't go outside, you know, to a nightclub or hanging out on the streets, saying, "Ne, chotto," that's silly, that's sissy, you know. We don't say that. We say, "Eh."Chaganju means, hey, what's up? You doing good? We don't say, hi, konnichiwa, genki, you know. That wasn't our style. 是越战的打响，引发了冲绳社会越来越高涨的反美情绪。一架架美军战机从冲绳起飞出击越南，冲绳战役中的惨痛记忆被触碰。在席卷全球的反战浪潮以及对卷入战争的恐惧与不安当中，回归日本的呼声在冲绳越来越高。1968年8月，冲绳迎来了第一位现任首相佐藤荣作。这位倡导日本宪法自主修订的首相，在竞选时就将解决冲绳问题纳入了执政纲领。在这一次的访问中，佐藤荣作向冲绳民众表示，只要冲绳还没有复归祖国，我们国家的战后时代就没有结束。在石垣市区的一个街口，立有一块特殊的纪念碑，它是为纪念1978年7月30日冲绳全境的道路交通在一夜之间由美国式的右行改为日本式的左行。就一晚的马上把它全部标志啊，什么道路车子都全部换成跟日本一样嘛。改掉以后啊，发生很多车祸，大家一直开的时候啊是不会错误的啦，要转弯的时候就转成变成一转变成习惯了吧，对吧？你右边都又回到右边，一个好几次，奇怪，这怎么搞的？车怎么跑从这边过来？